天，看老婆煮什么今天早餐。懒得出去吃了，在家里蒸了，吃西餐了。还有火腿，火腿，喂一下。我家才这些。这还有黄瓜。我准备三个茄子吧。简单的早餐。广告词。这个简单的早餐。我这样准啊，哭不起完了，我得等十分钟。没有油的，我刚好六片，一两片。还有面包哦，面包 steam 软它就可以了。健康早餐，今天是无油早餐。他在做早餐里面，还有面包，好了，准备。好了。还有鸡蛋。我蛋壳。切，你切完了，切脆一下就可以了。再来马油尼斯。天、半斤鱼他就给吃了。诚意满满，老婆做的早餐。你看，
生活，记录生活。顶了，顶不着。嗯，来给我。嗯。还。嗯。这是煮的吧？可以了呀，冰。全部是定盘，没有油的，这边全部跟单一起是定盘的，健康了。你这个叫红吗？啊，没有全部啊，没有，还有黑的。嗯，好吃。你这窝头好吃不？啊，对，这肯定不好吃。你放辣椒了，嗯，准备不吃辣椒，那今天不吃辣椒，他懂辣椒还不吃的，他吃辣椒，吃辣椒。你要吃吗？嗯，可以。不是那个谁送的吗？那个我们去槟城那个送的，湖北的。很透哦，火腿。嗯。好吃吗？鸡蛋少哦，好。不做多点，做少点啊。嗯。多过了，一中睡很多。早餐吃多了吗？菜火腿 ，red bean 红豆。那牛肉很硬，忘记早拿出来。来辣椒酱，叫我去吃火锅。还有鸡蛋，放马油腻。喏，我帮你开。你否则是开不到这些的。张紧张紧。昨晚吃没有油，今天吃也没有油，瘦了呢。好吧，好吧。瘦去啊！打你们票，哇！你回去平常怎么瘦去？几痛啊！进去。再吃两天。你在煮那个吗？我看过没？对呀。嗯。知道吗？是呀，在煮。我煮罗汉果没有放壳的，啊，没有放壳，我们打开里面煮了，壳才好放壳。嗯，我放壳，我打。他不懂啊。我打开了啊，全部啊，打开壳也就要煮了。嗯，好，就差不多这边，下一集见。我放壳了。